来，咱来到这到奋起湖啊！哇，奋起湖这，我这个步道哎，有赏银步道，有奋瑞步道，阿里山公馆处，奋起湖教杰老街。有进柳树噶台湾山，对啊，奋起湖的老街，啊，奋起湖的意象，这有春卷冰淇淋，啊，来这老街行行看看。叫奋起湖的铁路便当本店，啊，叫咧卖佛手瓜。看哦，这些水果高山蔬菜哦。妈咪，我抽中红包大。这海燕窝。看哦，这些水果高山蔬菜哦。对，全是红色。嗯，现在。摘是啦，人阁无遐济，哇！叫安基，高山的安基来啊！哇，帝王柚，这大粒，哇！我比我手较大，呀！哦，好大！啊！加芝麻吗？哦，这上面有卖，这花生糖。对，那是咱袂记，那都无大项的。嗯。啊，这有卖瓦萨米，瓦萨米的土豆。这乌龙茶，佛手瓜。啊，这得当摕倒去种。麻包，一点没出来，你也出去啊？我重点要看报小车，明天如果小雪不能就出去。啊，那这个 seven， 奋起湖 seven， 奋起湖大饭店，这在吃饭的。哦，这个奋起湖便当战斧软肉烧，家传80年的。啊，奋起湖大饭店的玉便当本店。啊，这也卖足侪古早的物件。来啦，栗子、地瓜。叫那边一挂艺术品啊，纪念品。啊，卖麻糍。哎，不好吃啊！这个梅花饼干很薄，你拆开的话，它哦。还有一间咖啡厅。好，感谢贡献。每张给他打个号。这里卖便当的铁路餐厅。奋起湖的铁路餐厅，叫咩？生铁便当，哦，这间便当诶，足特别，有火车的造型。